将提名员金卡戴珊除了身为电视名人以及模特儿之外，也在2019年创立了自己的塑身衣品牌。他的公司规模持续扩大，近期更传出品牌的市场价值目前已经高达40亿美元，超强的商业头脑令我们赞叹不已。日前，一名女网友在抖音上传影片，透露自己穿了该品牌的塑身衣后，意外捡回了一条命。该网友透露自己今年初身穿塑身衣外出，不料遇上了枪击案。当时他身中4枪，本该血流不止的身体，却因为在衣服里穿的塑身衣绷紧了肌肉，让子弹缓冲了，才没有失血过多而身亡。这也凸显了塑身衣的紧身效果。经历这件事情之后，袁颇表示自己以后会回购更多该品牌的商品，感叹直呼金卡戴珊根本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呐。